西啊，嗯、然后就是那种看在做。对，基本上是一些跟长者和孩子们之间的一些功能，比如说有天使星象，然后也有给山区孩子送温暖包啊，这些包括送老人回家呀这些。嗯，我看到你好像为了做公益还写了首歌，就我跟那个有帮天使星，我是他们那个公益大使，所以我帮他们创作了一首歌曲《你的微笑》。我这是第一次跟他们接触，就第一次见到他们是拍这个歌的 MV 的时候，第一次跟他们做过互动啊，做游戏啊，我们还玩了一下午，真的像，就没有把它当成拍摄，就是真的去有跟他们沟通过，包括他们的家长也沟通。因为我之前没有很少有接触到这些群体的孩子，包括这些群体的一些人。就是一直都是脑子里在想象一种感觉，那真正见到他们的时候，我觉得，他们比我想象的要有朝气和，尤其是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笑，就是他们是自己带一些治愈能力给我，我很久没有在一起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多才多艺，就是他们在某些方面都是很有他的天赋。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，可能就可以打开另外一扇门，去给他们一些温暖呀，给他们一些帮助呀，给他们一些感动呀，这个就是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不是说呼吁大家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觉得让他们感受到爱是不是最好的。你觉得你在他们心中是什么？有一个小男孩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然后我说：“哥哥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啊，我说：“我是我干做很多工作，做演员，我也唱歌啊。”啊，你唱过歌吗？唱过很多歌吗？我说还蛮多的。说那我为什么没听说过你？然后他们是喜欢听一些动漫的一些歌，因为我唱的一些也很少，当时唱的几乎没唱过。然后我就给他搜了一些我的歌，然后。我说你要觉得好听的话，你下次记得学会那个唱给我听啊，下次我见面，很有意思。感觉下次见。阿龙哥哥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的呀？就是又高又帅。笑起来真好看。很像，他是一名音乐家。好帅气，好可爱。又高又帅，又唱歌好好听，我喜欢大龙哥哥，耶！我想跟大龙哥哥一起接着一起唱歌。哎呀，真的，我想和你一起起文，还想和你一起唱歌。闪一闪，亮晶晶，满堂中西。小星星挂在天上发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，一闪一闪的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，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一起唱好不好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。
他生了许多的小眼睛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你们都是小星星。欢迎你们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你们。然后这个，因为我这个参加这个项目有很长时间了，然后每次跟他们在一起相处，都是一种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抚慰，对我来说是一种净化。其实我更多的是从他们身上能感受到很多爱的勇气和力量。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明亮，他们的笑容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。有一个小孩晨晨，我前一阵跟他去四川的大熊猫的基地去陪他们玩，然后过了很长时间，交流了很长时间，我就问他妈妈坐在我旁边，我问他，我说您是不是经常会带他去各地玩啊？因为他说，我说晨晨你去过很多地方，他说对，我去过很多地方。然后我说你去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啊？他说国内和国外都去过。我说啊，那我觉得妈妈对他很好。其实他不是，他是去国外比赛，那个小孩是特奥的花滑冠军，非常非常棒，我对他们非常非常敬佩。他们有给我看他们很多画，有给我有些小孩会很多乐器。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为他们关上一扇门会给他们打开另外一扇门，他们的东西真的很感动我们。然后我也力所能及，在时间包括机会的允许下，能多为他们做些事情。我也希望大家能积极的做公益，然后给他们一些爱的力量。谢谢你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杭州场的福利。这个绝对是北京和上海的，就绝对看不到。什么呢？脱衣舞。演唱会最重要的什么？脱衣舞。什么玩意儿？脱衣舞。看节目吧，看对。演唱会最重要的是乐队 solo。
终于卡上一次，好，我喝口水啊。